闪电，它散发出光芒，鲜活我双眼，也隐藏着誓言，难预料的天。山区离我们真的很遥远，一路上有多少坎坷和艰险，走到丰收的秋天，金苹果就挂在我面前，可以把它捧在我的手里面。时间万物不停的转变，总会走到丰收的秋天，金苹果就挂在我面前。